那你投到后来四月三号了，要验干的时候，那是老天有眼，发生大地震，欧美这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了。只要我大家认为我今天早上所发言的有引起大家误解以及不舒服，本人在这里郑重的表示抱歉。有关于国会改革的修法，我们发现有一个叫吴宗宪的无奈。哎呀，因为从一开始排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他讲，吴宗宪委员，你应该不会忘记，这种国会改革要好好的审，好、哦，那我要开公听会，然后一条一条好好审。他说都是永远都是一句话，我知啦，你要问副总召共解哈、哦，他有无奈，但是他也做一些擦边球。好，那我来做专案报告，这个是在这点我要感谢你。那你拖到后来四月三号了，要验干的时候，那是老天有眼，发生大地震，欧美这是老天要救台湾的民主了，啊，然后下午就停，能够停下来，那是后来还是一样嘛，因为傅文琪走了吧，你们表决会输一票嘛，所以大家你们不得不妥协嘛，所以这种情形我们都很清楚。这个过程，当然我知道早上在委员会的一些发言引起一些风波。首先，我们要表明的就是说，04、03花莲大地震是国人的伤痛，不只是花莲的伤痛。啊，那我们党团马上也都捐了100万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今天要表示的就是说，只要我。大家认为我今天早上所发言的有引起大家误解以及不舒服，本人在这里郑重的表示道歉。但是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为什么会讲话讲会讲一些话呢？就是说整个国会改革，国民党一路强压，全部没收。我讲老天有眼，就是发生地震，让我们国会改革的法案能够再往后再拖掉，往后处理，能够找到好好开公听、好好审查的机会点，就是这样而已，啊，所以原因就是如此，啊，请不要抹黑攻击，做不当连结。